这是咱三个来考验，今仔日咱所要考验的是考验文第八篇，就是诗篇第27篇。考验文第八篇，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。虽然有军兵阵营在攻击我，虽然天气多变攻击我，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袂暗箭保护我，将我放伫伊破病坎巴的所在。那我的头壳得到牙齿，我要在伊的布面很欢喜的坐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求的是求你听。对我讲，恁着真无见我的面。唔通对我用你的面。你平素是最我的帮衬，因为父母离开我，然后我求你用你的道路支持我，请坐。